相信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蝴蝶效应》吧？这部战争中的鬼故事是他暌违16年后再次重返大荧幕之作。而战争中的鬼故事是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里面，五位美国大兵前往一座曾被纳粹高级指挥官占领的法国庄园。当他们走进这座庄园之后，开始经历了一连串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这场难以逃脱的梦魇似乎比他们在战场上所目睹的事物还要来得可怕。究竟这场梦魇到底怎么发生的？而他们能否顺利离开这场梦魇呢？知名动作男星罗素克洛即将展现前所未有的一面。那这开车在路上就是会很多的突发状况嘛，你的反应可能就是对着那台车大骂甚至激怒，或是疯狂按喇叭表达内心的不满。但是如果今天你所选中的对象是个意想不到的疯子呢？而这个疯子即将在你无法想象的时间点给你最印象深刻的教训。如果有天你回家参加了朋友的葬礼，当葬礼结束之后，一觉醒来却发现全世界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存活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感到恐慌呢？而外头也多了许多未知的生物横行街头，当你准备放弃求生，却意外发现朋友留下的东西竟然是阻止这个世界毁灭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就是你。你该如何拯救这个世界呢？从原本预定上映的三月不断的延期，总算在七月底要正式的上映了。这次的花木兰即将大幅度的修改剧情，堪称比去年的阿拉丁还要更多元化。究竟木须龙会不会以全新的方式出现？花木兰的从军之旅是否会有所变化？而最重要的是，这次新增的巫师，它的存在会带给电影什么样的新视野呢？只要听到克里斯多福·诺兰这一个名字，可以说他的电影都不会让人失望。而这次的《天能》即将再次颠覆并刷新我们的想象。在预告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天能的存在可以倒转已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有时空旅行、改变未来等等。准备好在7月底二刷《天能》了吗？《天能》真的能够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吗？